这是要来颁发104学年度第一学期的奖学金。啊，咱真欢喜有陈碧佳同学，我叫叫点名同学，咱就来头前。好，那啊，如果今日小朋友无来，同学无来，那家长有伊咱当中的，咱嘛请一个家长代表来甲头前。好，我念名了后呢，咱会做伙当头前摆好啊，去上。啊，有请一个代表来领奖票，咱会来外口遮，因为在签名吼。好，啊来，高中大二奖学金80分以上，好，奖学金80分以上，就是有陈蜜佳、林志祥、蓝心瑜、黄木秀、沈玉凯、沈玉祥、沈玉婷、李子恩、张恩雅、沈永恩、邱雨婷。南昌挑点名的同学，对嘞，高中大学生我们就往前。和阿来，高中大学助学金的保分非常优秀，有70分以上，超信甲等以上。有黄振莹、曾子桓、洪于晴、陈文雅、郭嘉慈、洪若豪。我们这几位是国三的同学，那没有在我们当中，像丰恩、
OK， 还有建新哈，啊，还有坤清，哎，林忆如，好，还有志雄哈，我们为这几位孩子，哎，你今天拜了，特别面对因人生中间第一届联考，啊，这个即马新的名称叫做会考，好，小朋友都要会考试，所以会考，好，啊，为了这细囡因第一届考试，啊，求上帝来赐福。啊，请牧师，咱请王牧师来为着因来祈祷。这是咱做伙三个为着咱的青年来祈祷。亲爱主耶稣，我感谢你陪伴我的青年平安来长大。伫后礼拜六、礼拜日，这个礼拜六、拜日5月14号、15号，伊要来考试。上帝，你来赏赐智慧、聪明伫因的心内。予因有健康的肉体，伫这两日会当将因所读的功课，拢会当完全来发挥，也上帝来赐予因，无论伫丰恩、惠瑜、陆佳、宇翔、建新、中信、新妮、易如、坤清、志雄，每一个拢是阮的宝贝。我要为着因人生头前的道路，向上帝你来恳求，上帝你来准备，予因会当行伫上帝爱因行的道路。愿上帝帮助，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。阿门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就是奖学金的部分，我们过来这边就需要签领。